二十楼背后直接大上围墙了，贴左边呗，左边有一个的，围墙倒一个，大仓有个，大仓中间，闪光闪光，大仓中间闪光，没人，大匕首，后有，后有，一个就打一滴了这个逼，我操！ 我操！怕你被捕，他妈直接没管这个人，他妈来抓你兄弟！结果你还是被捕了。放谁英雄这么准的？兄弟，开了塞德加！不，怎么有人停我们头上了？理我？也不理你吗？也不理我。 我真服了，把这逼箱开着，你他妈夸张！救兄弟，他一滴血，直接救。打药过来。我打他三四枪，我操！打中了，他也没头了，他也没头了，打药了，打药，打药，打药了。往上冲。这个原地打药，打伤了估计。又打伤。 漂亮！没事，我马上就换。测试一下，他好像只能打一，不动的。我操！救一下，这人他妈！兄弟，这人什么意思啊？他什么意思啊？ 一鼓作气直接跑下去吧，管他那么多。刚刚那个人走位牛逼吧，幺二。什么？刚刚那个我连狙打的人，那个在这走位的人。啊！我操，巨他妈社会是不是？肯定是社会啊。 在救人喽！贴围墙，救人喽！贴围墙，贴围墙！进去了，进去了！刘宝，往大厅丢！大厅我丢了雷！我下雷的后面。 哎，这逼养的，这么能跑？漂亮，萝卜！真的是死服了，这些死哥。只留我孤身。我操，他这啊，三级套兄弟。